上一次已经讲到，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在这句话再跟大家啊，再给大家再从头啊，再复习一次啊一次。佛告须菩提，就是行者念念之间，要站在如是根本的大觉性体上面，念念不断的为自己现前的发心告诫。你是原理的大觉心体，念念在你现前的一切行为中告诫，叫佛告。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心中的声音是佛告，你是要原念你心中的那个大觉的面目。但你因为原念大觉心中的面目时，你现在行者念念起的现前的起心动念，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这一个心中的所有的体会，是谁在你潜在意识里面为你提息的？就是你原念大觉心体，故大觉心体就在你潜在意识为你提息，为你示明。所以你永远会有佛告。但是佛告现前处是什么？是行者现在那一念自己的在行为上的他知惭知愧。然后是在哪里说的知惭？是在现前所有一切你当前要下手处。当前要下手处时，你当然念力之间，你再也不甘心去违背本来的面目跟一切的作用之中智慧的性德。在最初的智慧的性德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前在红尘的世界的所有一切变化里面，你会体会到其实它都是什么？都是你入世的根本的圣智。所以那个叫做声闻，那个叫做因为给他讲义啊，拿讲义来。今天哦比较提早，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两点。讲义有吗？他去哪了？另外他去哪？法律师去哪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准时好了哦，不然会有人来。好，所以当下那一念心中，一切行者现在原念的是什么？就是你现前的所有一切发心将行之时，你念念要面对的最初的圣智，那就是声闻。所以声闻的圣智之前，那以谁来表？以须菩提表。所以上次讲到须菩提的名字叫空身，又叫善现。什么叫做最初的初世间的圣智？就是在你眼前的所有一切感受之中是世间。这一切世间的感觉，你要是有一念明白，其实都是你的大觉心体。你最初就在世间的最末梢的感觉处，你就最初能够体会到它根本超越世间的所有一切的本来觉心的种种智用。什么叫种种智用？你觉的感觉是觉，觉能觉的感觉，但觉绝对不会堕在感觉。讲你在觉中所体会的感觉，它绝对没有感觉的种种后面的种种势力这样做众生无明的迁移。所以眼前看的都是必定随缘，大觉必定随缘的感受，那叫善现。但是就在这个感受善现当前，你是站在觉体上念念明白，它其实都是从觉去应一切觉的根本的圣智，那叫空身。为什么那叫空身？因为觉心在现一切感觉时，觉心它从来非种种感觉，你不能拿种种感觉来量这一念觉，所以它叫空。但是就是从这念空中，所以它才能够起成一切感觉，叫做身。反过来说，它能够成就一切深处，你才能够肯定你根本性体的根本超越一切有的空相本来的性空。因为它能成就一切感觉，一切感觉叫做有。你能够明白一切感觉处，那能生一切感觉，它一定叫做什么？它一定叫超越感觉，超越一切感觉，所以那叫空。但是这个超越是在哪里看得到的？是在它必定能现处，所以它叫善现，跟空身都在其中。所以你明白那叫凡所有相。什么叫所有相？
不但是在感受现前最末梢你以为感受的现前的种种形体形态像状况叫做像，而是我刚刚你刚刚讲的你能体会到觉心之中必定能入世的那些甚至，那也是像。什么叫甚至？就是刚刚讲的善现空身，不过都是像。觉心在现感觉时其实就是觉心现觉，觉心正在现觉处，因为后面的觉叫随缘，方便说叫感觉。但将来你慢慢能够真正深入体会时，后面的方便所说的感觉其实哪个不是觉，只是觉现出一个相叫感觉而已。所以在现出如是相的感觉之中，仿佛就好像从觉入觉时就有了善现的种种智用做种种的名字现前，就在这善现当前，你似乎就能够知道那一念能觉的心永远超越一切觉受的种种空身，连这一些中间的所有一切智德相状那都是相了。所以那个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明白觉心时，这所有的一切相中你历历在目清清楚楚，但你会为如是相中如是的所有一切的智德，你会随便去妄想捉持吗？不会，它在你心中你是明白，但是你绝对不会什么，不会任其偏堕，也不会任意在上面捕捉妄想捕捉，所以它在你心中的作用永远是虚，但在你这个虚中它必定能够如实呈现如实作用啊，那个如实呈现如实作用就叫做妄。所以你明白那个虚妄时，不是只是众生语言的最末梢，只是讲那些啊，只是都是假缘，都是种种恶业，总是众生语言中所认为的烦恼叫做虚妄，而是你已经直下单刀直入，明白它的本来的面目就叫虚妄，那就是虚妄。因为它本来面目是虚妄，所以任其现虚妄种种作用现前时，那又何妨呢？所以连那个妄字啊，连那个妄字它都没有任何过去一般凡夫众生语言上面的任何的感受的负累，没有任何的着重啊，着就染着的着，没有半点着重，就是知道虚妄。所以你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这既然知道是虚妄，所以他当然能够成就一切相，因为他虚嘛。就好像镜子照色之时，你要是真明白镜体时，人家会问你，你难道不能照色吗？你当然会说是任其千变万化，任其生灭。那为什么你能任其生灭？不过虚妄而已。但这个虚妄两个字，岂是一般众生过去以为的种种的暗障那种沉重吗？不是啊。那虚妄两个字是你已经知道，那就是心体之中本来的面目嘛。你打破过去众生以为的名字上的沉重，那才是行者最初归家的第一步啊，你踏出的第一步。就在这个打破这些沉重时，你不能看到它就必定能够千变万化呈现一切智用作相吗？当然能够成就啊。所以它叫若见诸相，一定能成就。但是正在成就之时，你会住在任何相中以为真有如是事吗？不会啊。所以叫若见诸相非相，那个是一个字一个字要告诉你行者那个心中的智慧念念明了的增上，那个都不是在文字上面给你做任何解释的，那个是帮你批驳你将来应该是如是正德，你知道心性之中就一定是如是将来的明了，那叫若见诸相非相。所以你要是真的明了这个道理时，你都不会怀疑啊，不然过去你在读这段经文时，若见诸相非相，你自己都会怀疑，你嘴巴念的这一句文字，你心中都怀疑，你要等到哪年哪月哪一生呢、啊、你才能够若见诸相非相。可是当你真正知道下手处就是念念之间，绝对不能够违背你根本的大觉性体，念念不能够背离如是般若根本的性质上面下手时，你当然相信了，因为你站在觉体上看一切相，你根本就不会住一切相，就是类似于我讲的镜体的譬喻一样，
你要是真正在静止上看一些相，你不能见诸相吗？能见。你会堕在诸相吗？不会。为什么？非相。非相就是你根本不堕，你根本不会为其还妄想真有真实可着，那叫非相。所以就算你现在未证，但你都知道原来这一句话你根本具足，你一定将来必定明了，你不会怀疑哪年哪月哪一生才能够真正若见诸相非相。那你要是真正用众生语言说这句话，你自己都会觉得怀疑，怎么样才叫若见诸相非相？怎么能够成就？怎么能够证得若见诸相非相？你真的还有一个相，你要去刻意证得它叫做非相，那你见的那个非相不是还是相吗？你抓的一个你以为非相的相，然后去否认你现在看的一切相，你拿相去否认相，你不是还叫流转？那个是教授行者念念在觉体上的根本的坚持，根本的坚定决心见一切相时，它会是相吗？所以见一切相时，它根本超越一切相，所以它才能够起成一切相啊。所以你明白决心时，你将来就会相信，你只要证得如是觉，你只要念念之间慢慢不断地让自己熟悉如是觉体，你将来必定能够用得上此句之中的一切作用，你一定具足啊，那叫则见如来。那你当然看到这是什么，就是你如来本性，就是如是法如是现。你将来住到如是法如是现时，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如是法如是来，如是法如是现，这么样的简单的，你要用得上如是法如是来，如是法如是现，那是如来，那叫大自在。黑来现黑，白来现白，虚妄来现虚妄，暗障来现暗障，暗障来现暗障时，都不是众生过去众生的语言中，暗障来现暗障，它就被暗障所暗障。将来你明白如来体时，暗障来现暗障，就如同镜子照黑，黑来现黑，就是如此而已。它只是现暗障，那觉得的暗障也永远不会是暗障。你都明白它能现暗障时，你永远住在如是法如是现如是法如是来的根本清明的大觉的心体时，你就算你说现前起的是暗障，你都是觉得暗障，跟你堕在暗障是决然迥然不同的心中的作用。觉得暗障还是大明，你堕在暗障那叫做流转，那叫做可怜，那才叫可怜，所以叫做则见如来啊。今天再往下说啊，再往下说，但往下说之前呢，顺便先把一段经文呢，先我没有定在讲义里面啊，然后我再把它提到前面来说啊，我念就好，你们听。这经文中有：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因身无所住心啊，因身无所住心。所以你明白时，你在这个善现，在这个空身如是的智德现前处，如是最初能够超越世间出世间的智慧现前处。那个是你什么？那个是你念念之间原大觉心体念念的至诚恳切，你才能够会体会得出来的，所以那叫菩萨。你原大觉心体念念体会的念念就在如是本来的面目上根本的菩提萨埵上面担当的，那叫菩萨。为什么叫菩提萨埵？因为你在原念觉体时一定不会离开现在的感觉，你一定约现在所起的一切感觉明白它叫觉体，所以现在的感觉叫众生。你越现在的众生的感觉的当前上，你都知道能现出种种差别众生感觉的都是觉体，所以将来他证得如是觉体时，他一样不离一切众生，所以那叫大觉有情，那叫菩萨。但最初一定要在哪里下手？最初下手还是解空解善现空身，从解空第一开始下手，从你面对的最初行者的下手处啊，那个是一个声闻行持的你自己为自己安立的身份呢，从那里开始啊。所以你明白那念心时叫应离一切相，那不但是应离一切相，它是应离一切相，这个字应该要加重音，应离一切相。为什么应离？因为它就是如是相应，你明白如是觉体，它就是如是相，它就是如是应，叫做应离一切相。
那你明白应离一切相，那才叫应离一切相，你才当前，你才能用得上离一切相。所以那个相字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会真正明白相的道理。为什么般若经中常常说如是相，都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要明白相在哪里。相不是众生过去以为你抓着末梢的一切假想形态，这样叫做相。那个将来你会慢慢体会得到，那是行者已然知道觉体时，那觉体知道觉体当前，觉心必定随缘时，所有的一切的坐相坐态，一切的在心中所随缘，正在随缘时，一切的流露表现都叫做相。所以那个相从一个木头的木，从一个眼目的目，目就是长生，它必定从觉入觉，从觉照缘时，如是生，如是建立，是树木那个木。那如是建立处，它处处能够现见，现见就是能看得到，那就是眼目的目。所以你当你解释这个相时，也就是不会像过去一般凡夫一样去抓到后面的假想一个形态说是相，但是它才能够真正维系走入到心中所有一切维系的一切坐持。那每一个坐持之中似乎都有种种坐相坐态，眼睛见色再眼有它的坐相坐态，马上就变成色有色的坐相坐态，那这从眼到色也是相啊。为什么从眼到色，从见到色也是相呢？因为它根本是觉，你忘了吗？从来没有一个离开觉的见，它能够见得到离开觉的色。你明明就是一体大觉的见，那当然能够见得到一体大觉的色。所以能见到一体大觉的色，是因为大觉大在觉一切法，觉心必定就是一体，从来不二，你才能见。要是二，佛经都跟你讲，真的是二，你根本不相知，也不自知，你怎么见？你能明白的，那当然是根本一体的妙如嘛，根本自性之中的本来的面目。所以那叫离一切相。你真正明白这道理时，你当下就一离，你自然就离，你不会堕在上面。所以也就是要考证一切行者，你要是真的明白决心时，这中间的所有的一切坐相，所有的一切你现在的行持，你还会妄堕吗？假如你还有妄堕，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是圆大决心体，你根本没有发究竟的菩萨二字的愿心啊，没有办法，你没有发成就啊，菩萨二字的种种愿力啊，愿力因地不真的关系啊，所以这愿力不真。你要愿力真实，那就应离一切相。你要告诉自己应离一切相，将来你才能够在你心中现在念念之间，在任何行为修行上还有妄堕，你才能够知惭知愧，才能回头。你先要明白应离一切相，你先要明白那个道理，你就能知惭知愧。所以这后面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如是正等正觉的心。你要明白如是正等正觉的话，不应住色身心。怎么会住色身心呢？你会知道一切从色建立的种种心，再黑有黑的种种色中的色心，再白有白的种种随白的色心。你明白那么多的随缘的色心，但你能明白这一切色心的，你是住在色心之中生的色心吗？不是吗？你是根本超越一切色的根本大觉心体，能明白色的一切心而已。所以你是在大觉心体明白一切色时所建立的心，那根本不会住的嘛。觉心如镜子，镜子站在镜体上看镜色，镜色有种种不同的表现。你站在镜体上看镜色的时候，你会住吗？你要是有住，就一定是什么背离镜体嘛。你觉得色黑色先前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个势力，你感觉到那个黑色对你现在心境之中的不断的缠脚，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忘记镜体。你要是真正知道镜体，再强的缠脚，一切的束缚应然得脱，那叫做应离一切相。所以你要是真正知道正等正觉，你要明白如是道理时，你自己都知道不应住色。什么叫不应住色？
你怎么在色上，这也是什么帮助行者不断的印证自己的，你怎么在这边说你现在发心，你怎么在这边说你用如实心呢？你应该是真的明白，那觉得你现在发心，觉得你这句话的那个觉都超越你这一句啊，你应该是念念在这个上面，习惯念念回光在这个觉体上，念习惯回光在这个觉体上，你将来才能够用到弄得上这个觉啊。所以你当然心中知道不应注色身心嘛，注色身心就叫当举愿。什么叫当举？你在色中说的心，那是当举。你忘记能觉得色，能觉如是色的心呢，那叫全呢、欸。那叫那是真的，就如好像古人讲的，那叫旁观的。为什么要叫旁观？永远不会当举。他明白一切色的心是不会当局的，你堕在色那就叫当局，住在色那就当局，全从当局局中啊说种种心的。这个地方差太多了，可是这个地方差太多的这个地方却在那一点上而已，所以那叫难见，那叫难行，那叫做显图啊。你有一个失神你就流转了，一个失神你就堕落。所以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因身无所住心。你这个身香味触法就不必多讲了，因身无所住心嘛。什么叫因身无所住心？你明白觉体的那一个心是无所住的，所以你要印证你现在看到色时，你是住色说色吗？说心吗？你是住身说心吗？还是你明白色明白身说心的？所以《金刚经》里面说的文字再也不是什么，不是讲出这句文字来是跟一切行者，跟一切读经的所有一切发心阅读如是经文的人，永远只是启程众生的惭愧，启程众生永远认为遥不可及这种心中的委屈而已啊。而是什么？而是你读如是文字时，你用到如是文字时，你真正是一个行者时，这句话在你心中，它就会变成你心中的根本，印证自己的资粮，念念提起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菩提道种啊。你当然自己就会知道在如是如何反省啊。所以因身无所住心，怎么样知道因身无所住心？任何感受你自己去批驳吗？你是住在感受上说的，还是你在感受，你虽然在说这个感受时，你念念已然知道你已经住在决心上明白这个感受，你住在决心上感受一样可以知，但你住在决心上说的感受，感受它多方面所有的一切的面面方方面面你都能够周古得到。那你堕在感受上的呢，那就随你现在的业感深重，你一定不可能方方面面你能周古。所以那一堕在决心，一堕在感觉当前，背离了决心，你说的感觉你都说很真实啊，我有这个感觉啊，我就是这样的觉得啊，你早就已经暧昧，你哪里觉得？你不过就当局者迷，抓着当局者迷，你以为叫觉得，就好像吸打毒品的人，我觉得快乐，你那一点可怜的卑微，你居然以为是快乐，你真的以为是觉得，你觉得快乐，所以那叫可怜，所以叫做因身无所住心。你要明白了因身无所住心，下面这句话你才能懂。下面有一句话，我为什么把这段经文提起来，因为我之前没有打到这个教材上，假如再打进来的话大家又要换纸张了，所以我想着会常住省点纸。下面那句话是最重要，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过去在这句话你怎么解释？什么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前面若是已经真的明白那个道理了，因身无所住心，你知道因身无所住心不是过去凡夫以为说我刻意捏心以为的那种行为，捏着心逼迫自己我要身无所住心，都不是这种语言呐、啊。谁要你这样子说修行的？是要你明白觉体，你明白觉体时，你将来当然就知道觉在觉的感觉时，它根本不住嘛。
你明白觉在觉的感觉是根本不住，所以你就起成惭愧，我怎么过去明明不住，我却妄在这边起成种种执着，以为有住。不但你会惭愧以为有住，你更惭愧，你还在这边妄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令自己不住。你连我要用什么方法令自己不住你这句话都不认觉，你怎么会知道有不住呢？所以你要是真正明白因生无所住心，都是念念都在如是金刚般若根本的心体上面念念担当的人呢，那你就会知道现前的所有一切作用都是什么，若心有住嘛。觉心现前时就像镜子照黑，镜子照黑不能现黑吗？似乎有住吧，所以他就会住黑现前。镜子照白时住白现前，能不能住？能住都是无住，叫做若心有住则为非住。这句话是为你增上的，这是从此以后打破过去的虚狂妄想。你还在那边住不住上面以为有什么行为可不可以拔出拔不出，你是明白觉体时你当然叫应无所住，你明白应无所住时你当然知道现在为什么觉心随着感觉时仿佛就有住，仿佛有住都是非住。为什么？因为觉心只是随缘现而已，就表示你对那个应无所住你念念已然更深刻了，更真明了，更心中更清楚。我这样子讲听得懂吗？那是行者念念之间明白的道理下手处，叫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明白时才叫是故佛说，是故在大觉体上你才能够念念之间与一切言说才能够相对，所以说字从言从对，你才能够真正对应真正对现。与谁对现？与大觉心体对现。大觉心体与谁对现？与现在一切随缘所有的一切言谈说事一切对现，叫做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因住色布施，大觉有情的这一念心根本不会堕在任何相状形态上说种种安布的嘛。觉心可以知好知坏那叫安布，觉心可以知大知小那叫安布，那叫布施。觉心正在如是布施时他会堕大堕小堕好堕坏吗？根本不堕，叫做菩萨心不因住色布施。你要是能够把菩萨心不因住色布施你都能解释清楚时，你修的就叫菩萨道啊。他不是那种话说菩萨心啊，你是菩萨不因住色布施，你永远在这个道理上面永远不是真正明白这维系的根本的法相。你妄以为自己啊，我叫菩萨所以菩萨所以不应该怎样，那有的人更卑劣了，有的人不相信自己是菩萨，拿天天拿这句话去看别人，你不是菩萨吗？不应该住色布施啊。你这样只能细论，因为将来你把所有的一切经文道理你都是拿来做对待想，拿来细论别人想，将来你永失如是这些义理在你心中的张扬，永远失去。菩萨不应该这样子啊，讲别人，只要你讲别人，你自己看自己，自己看如是，所以叫菩萨心不因住色布施嘛。